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韩式新闻，我是一凡。现在在我身边呢，就有一位家长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 Miss Zhang。那刚刚你参观了韩江学院的学生宿舍后，请问你对这里有什么感觉？哦，OK 啊，蛮好啊。那你会让你孩子住在这边吗？我会，因为有杆嘛，要有安全会比较安全啊，我觉得。请问你参观了这边的韩江学院宿舍过后，你觉得这里还好吗？我觉得不错啊，环境啊比较近啊。对学生住也是比较方便，比较 OK，比较安全。那请问你参观了韩江学院的学生宿舍过后，你对这里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自己很清洁、很整齐，没有任何的垃圾。